拒绝办法，还有那些雷人的话。救命啊，别折磨我啦，出门收到扛来心一大把。你是想这样啦，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对你已经彻底麻烦啦。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知道啦。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你说的话祝他都笑啦。大叔啊，哎哎，大叔啊，难道九九乘法表不会背吗？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有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心不会不会欧巴。感谢宝宝送来的萌萌哒，谢谢谢谢大家。小六可以刷一下，四个表情可以刷一刷，然后把那小六扣起来啊。Oh my god， 到底想干嘛？情书已经寄到我家楼下，写个告白都说的直接爸爸，还有那些雷人的话。救命啊，别折磨我啦，出门收到扛来心一大把。你是想这样啦，还来不及说话，心里对你已经彻底膜拜啦。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，要吧，知道啦。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你说的话祝他都笑啦。大叔啊，哎哎，大叔啊，难道九九乘法表不会背吗？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有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？拜托，我不要康乃馨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不会是打折吧？啊，真是打折！大叔啊，求求大叔啊，不要吧，不要吧，知道啦。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你说的话祝他都笑啦。大叔啊，哎哎，大叔啊，难道九九乘法表不会背吗？哎呀，你说啊，你说啊，有恋爱公式解读的话，幸福会不会欧巴？